天期待新惊喜，快乐总比烦恼多，记得初心做自己，提升我才别得意，仰望星空踏实地，不动时间只等你，寻找出发的意义，不用担心坏天气，不要害怕路难行，我们彼此相信，彼此相依，面对暴风雨不逃离。 1,2,3 挥挥手再见，长长的痛从不曾忘记，重拾跌倒的梦，用真心去聆听，是你让我懂，雨后会有闪耀彩虹。挥挥手再见，长长的痛从不曾忘记，重拾跌倒的梦，用真心去聆听，心中。灰色禁区历险记上。强子，你看，你把肥波交给我，我把他照顾得多好，养得多肥呀。老板，爸，我先挂了，我得接个电话。哦，好好好。喂，领导。光头强啊，今天有个临时游客，来招待一下。领导，今天我休假呀。光头强，你可是公司的优秀员工，公司的顶梁柱啊，没有你办不成的事，所以才找你。这倒是实话。好吧，那我就接这位游客吧。好山好水好风景，冬天的狗熊岭更美丽。这位游客，你看这风景还满意吗？别叫我游客，叫我老张。这地儿好没劲儿啊，有别的地方去吧。喏，清澈的小溪，百年的松树，软软舒适的雪地，好美啊。你要一起吗？逛了这么多地方都不满意，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观光啊？我想去冒险刺激的地方，奇境探险，制服坏人，勇斗野兽，这样的。这些地方太危险了，万一出事我可负不起责任。哼，哪有什么刺激的地方。这里看起来就很刺激。这里不行，这是灰色禁区，里面有危险的山路，有吃人的猛兽，好可怕呀。够刺激就去这里。不带我去我就投诉你。不行，旅行社有规定，不能带游客去危险的地方。那我自己去。哎，老张，老张！今天是大哥生日，有了这个猫爪板，大哥以后磨爪子就方便多了。你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我准备了这个，我特意用树藤把它做成项链，好看吧？就这？一块玻璃当礼物。那块一定是晶圆。哼，你是天天威？是天才威。把晶圆交出来，不然要你们好看。什么晶圆啊？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东西。你想要这玻璃？看来这玻璃是个宝贝呀。宝贝？那我更要送给大哥了。我的晶圆，谁都别想拿走！快跑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就是现在！这个傻瓜，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好痛啊！我的限量版衣服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这叫声好可怕呀！快跟我离开这吧！都说我不怕了，来都来了就逛逛吧。树上挂的是什么？别，那是蜂窝，不要打扰他们。骗人，蜂窝哪有那么大呀。哇，这个山谷好空旷啊。大
叫一声会不会？别喊！你看这些落石太危险了。你啊！哦，还叫我不要喊，这下遭殃了吧？老张，你别再做些什么奇怪的事儿了。我不行了，怎么热起来了？这地下喷着热气，难道是温泉吗？小心！太刺激了。老张，你是不是认识赵林？我真是来对地方了，很快我就要完成冒险日记了。老张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等等，不要再等了。哎呀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人呢？这里。你干什么？快下来！我不。那个是主人，这次我支援的及时吧。少废话。哦，天才威，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，他是坏蛋，出现在这儿准没好事。坏蛋，见义勇为，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了。老张，傻笑什么呢？咱们抓紧时间离开这儿，我要去找熊大熊二。好。果然是坏蛋，欺负小动物。老张，回来。看你们往哪儿跑。不给。这是独眼豹大哥的礼物。主人，给他们点厉害尝尝。哼。住手！不许欺负小动物！你谁呀？快让开！让开！哼，正义大侠老张是爷。就凭你？哎，这个老张真会惹麻烦。你想干嘛？啊，老张。欺负老人！老张，就这点本事啊！嘿，两只柴呢？跑了？哎呦啊，我腿疼啊，头好晕呐！哎呀，主人，他这是碰瓷想讹我们！想讹我？没门儿！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我们应该安全了吧？乖柴柴，没事了，坏蛋走了，出来吧。他想干嘛呀？你们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。哎，你们别怕，我想吃吗？给你们糖果。乖。老张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因为金元。天才威想收集它，制造新无敌怪兽，破坏森林。这个石头太危险了。那咱不要了，重新给大哥准备生日礼物。咱们。你们怎么走了？应该还没有被激活，先用叶子包起来。哎呀，不能在这儿逛逛吗？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总要去找刺激？光头强，又见面了。晶圆应该在你身上吧？快跑！这是什么呀？好恶心呐！我不能连累老张。金元在我这儿，冲我来呀！看你往哪儿跑！这里是老张？这么刺激的事情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看招！怎么
这么多蜜蜂啊？走开，走开啊！愣着干啥？快跑啊！人呢？往那边跑了。探测器显示，他们就在附近。老张，这边。哎呦！不好！啊！探测系统失灵了。快离开这儿！这边，光头强，站住！把警员交出来！想跑？老张，你没事吧？我的，快离开这儿！哎，跑哪儿去了？